哎哎、欸欸，有苹果，苹果后面有苹果，苹果，剪剪都剪。为什么里面会有一会有那么多衣服啊？我有一套是我脱下来，另外一套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另一套应该是我脱下来的吧？为什么差点做三件钻斧出来？你敢做三件出来，我就把你劈死。三个人穿吗？兔子已经穿了。我怕冷啊！怕冷要穿三件是不是？嗯，太冷了。嗯。哎、欸，自己解、欸。亮晶晶，亮晶晶。钻石，钻石亮。My God，好耳熟、哦。这种是他唱的、啊。谁？兔子唱的、哦。你才不是我的。唱哎哎，好像有。我先放箱子，你看，我先把这个铁，就是等到有等级附魔完他们之后，我再把它藏起来。哎、啊，等一下就可以去地狱啦！你都做钻装了，就不用怕了啦。我要附魔。啊，对啊，所以去地狱挖经验啊，有冲突吗？那个树道有多大？有。他完全不理人哎、欸。神木啊。有。没有。耶、yeah.。哎、欸，就理论上，为什么他会想要拿钻石当衣服啊？啊？除了炫富以外，好像想不到别的原因。哦，你说现实层面吗？到底为什么会要用钻石、啊？对啊。因为爱情。对不起。我自己也还没做啦，我怎么知道他谁会想做钻石当衣服？你做了也不会知道吼。啊，至少对啊。他是说麦块世界的设定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钻石就是最厉害的？那你觉得以后会不会往下面？那你觉得以后会不会往下面出？硬不代表好用啊，石头也可以做装备。大家早就你空啥？我说你觉得之后会不会往下面出石头也可以做装备？有苦力怕，快逃！我觉得他顶多出另外一种矿物来，就是什么青铜啊，然后什么黄铜。你圣斗士啊？你妈才圣斗士啊！我靠，还青铜哎、欸！我讲真的啦。那为什么？那为什么石头不行？皮革也可以啊。你知道皮革已经有了哈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所以我说皮革也可以啊，皮革都可以，为什么石头不行？要不然会不会有木材装？你觉得？木材装感觉很弱哎、欸，劈一下都不见的那种，对不对？而且斧头会不会全身都破甲之类的？好惨哦，斧头一劈掰。斧头一劈，全身破甲。讲认真的话，免洗装备。就是模组不算，模组要什么都、哦、模组要什么都有啊，就是问题啊。啊，对哦，讲到模组，那棺材之后来跟你们讨论那个好了。不要。好啊，好啊。一个很开心。我觉得那个兔子应该也会有兴趣啊，就是我上次已经跟你讲过啦、啊。挖龙膜。嗯。前稍微提一下而已。啊？怎么自己要找钻石的时候就突然找不到了、啊？天哪、啊！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。我现在应该是你们等我才对，要等我把钻装弄出来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在附近弄一下。其实理论上就是你们黏黏的。你刚做了什么？黏黏的？对哦，有点水水的。啊，你好闻啊！什么声音？糖。又蝙蝠。别害的魔族呀、啊，你们。啊，你好闻，水水黏黏的啦。我就女啊！那知名实况主开台在那边水水黏黏的，好啊，你不喜欢吗？超奇怪，越听越奇怪。可以把这一串画面关掉，只听声音。哎、欸，还是很奇怪。你妈才关声关画面呢？啊？那、啊、这边什么陷阱啊？哪个？嗯，哪一说，在这个世界会做陷阱的只有两种人，你跟你，哎、欸，两种人。什么？就两种啦、啊，你跟你啊！哎、欸，有烟妹，有烟妹，有烟妹，救命！欸、我又是我，应该不会那么快。几只？有几只？我看到一只而已。你不要给我现在写贯穿了、啊，北七友。哦，拜托啦！可以睡觉了吗？有几只而已，打不掉啊！就看到一只，我们可以睡觉了吗？啊，我想打两只。啊，歪炮。想打两只。就一只而已啊。打两只。因为有成就啊。哎。兔生艰难，是不要就算了。快点下，你睡觉了吗？啊哦，你要睡觉、哦，抱歉。那不然你们哎、欸啊、哦好也，你们把他打死，嗯，我不知道卫生哎、欸。我不睡觉，我明天就会出来了。啊，我床在哪里啊？是这间吗？啊，你那是我的、啊。明天出来就让我解成就啊。为什么要抢我的床？我的床不见了、啊。为什么？啊，找到了，想起来了。欸、真的只有一只哦，外面。骗你又没钱。啊、因为只有一只就赶快跑出来了、啊啊。第二只嘞？
快点睡啊！那有没有第二只？我附近有怪物，我不能睡了啦。那你睡了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可以了。好，不是因为我刚刚有挖一个空间出来啊。嗯，你挖一个空间出来干嘛？睡觉需要空间，不然会被挤死。快点，睡不着啊！好好好，我睡了，我睡了，我睡了。失眠是不是？咖啡喝太多？哎、欸，那个耐久，我忘记耐久扣了，能不能附魔合在一起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只是等级就不一定了。Tom 有没有铁？没事。有啊，像有铁。被骗了，这是蜘蛛台。不对，是我按错了。你刚说什么蜘蛛台？不会再烧，不会再烧。哎，屁孩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对啊，我也看着你。冰冰。啊！我全部理人了，我靠！不是你要干嘛？你帮我多做一台高炉出来，几台啊？多做几台。贯穿，快速上弦。弦弦。算了，我觉得我不要跟他讲话好了。然后我喷十等，我要喷吗？啊？你等装，你等装备都附完魔，最后再来合，先附再合。啊！啊！我刚听到有什么声音？你刚说要干嘛？安德，帮我是安德。安德在哪？啊、我来，我来。安德在哪？安德在哪？在我看的地方，在我附近。你先让他坐船可以吗？你有办法吗？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了。屁孩，帮我做高炉出来，多做几台。去哪里了？哦，很忙啊。我刚讲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我刚讲什么？没听到。帮我多做几台高炉出来。为什么？我这句话已经讲了三次以上。为什么？你现在才跟我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有人感觉，我感觉他气到一个不行。兔子阿炳在哪里？我要去打安德。我在农田那边，可是他顺走了。顺走了，可以借来用吗？对。啊，不，人就不见了。可以。对对对啊，因为没有看到他。人就不见了，哎、啊，我都这样跑上来了。QQ， 你要几炉啊？啊，越多越好啦。高炉，越多越好咯。啊，放错了。那你有那么多矿吗？有啊。哪里？安德真不见了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啊，他就朝那边就过去了。没去，真的没去。哎呀，平滑石头怎么做啊？快忘光了。啊？平滑要烧吗？烧过，然后四个石头合一起啊。好、哦。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就给小，就一整个火都上来了。他故意讲来气你的。哎、欸，牛好多只，我可以杀了吗？欸、有没有鸡啊？有没有有鸡才我们才有一堆毛？毛毛毛，我好像刚丢了几根进去箱子呢。几根？我要的是鸡。你要鸡干嘛？然后鸡本体发展啊！永续发展、啊，还可以一直繁殖。哦，永续发展啊！哇，天哪，这四个字从你口中说出来，真的是……我讲几次了，对人砍树不种树。不是啊，这个是自然生成的，你还怕没树啊？走一走就有树了啦。那你鸡往哪来？走一走就有鸡啊！你又没有走，没看到。你走了吗？你要把鸡引回去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动物那边就越来越多了。他在跟你讲鸡，你在说生日快乐。有观众生日是不是？好像是。平滑石头，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啊。我哎，烧、欸、过的石头四个合一起，我刚不是才跟你讲，你还在那边好哦。就是没有啊。那。三个嘞，底部三个，还想骂我啊？冰鸟没有，一样嘴。要不然平滑石头是，哎、欸，烧两次啦，烧两次吧。我去看看，到底是什么呢？究竟是什么呢？我去烧看看。人家石头好像四个合一起，是变成什么什么砖，是不是裂的砖哦？对啊，再烧一次啦，北极，我还想骗我啊，冰鸟。啊，反正你还不是都一样，没在听我讲话。屁啊！我听你也没听，你也没听到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你自己讲。没有。你看嘛。几炉啊？我已经这边有两炉了，还不够。多一点啦，他那个速度快啊。你那么多矿啊？有啦。没有。其实还要烧什么矿？铁矿、金矿、欸。这条是别人的路吗？干嘛 ？UHC 哦。注意啊。好，我就坐三炉车，先坐三炉就好了。你刚是不是想三轮车？跑得快。上面这个老太太，姐，要五毛给一万。我靠！我要当老太太。为什么这是放不上来？我要当老太太。大家都是老太太。
生日快乐。热。英文啊？为什么 Google 念起来好正式啊？啊，不然你期待它是什么？一个很活泼的方式吗？还会唱歌给你听？屁孩，快点台语啦！台语，台语，台语。没讲啥。生日快乐啊！啊？生日快乐啊！你讲啥？哦，我他真的变老太太了。我自己要找就找不到哎、欸，奇怪了。我忘记我要干嘛了。台语的，台语的。没有，在钻石是他在找。哎，找鸡啦，走。你忘记要干嘛是不是？他说他们不是原本的目的啊，不过他是其中之一的目的。哦。有预谋。预谋要做更多见识，然后又要。哦，姚你真的很奇耶！把你的意图讲出来，关我屁事啊！姚你真的很奇耶！把他意图讲光了，又惹你了是不是？给我种子，我有很多种子，我超多种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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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里啊？我石头上超多的耶！你在吃吗？还是我在种田？你在吃种子？我看起来像鸡吗？吃种子很正常，你没有嗑过南瓜吗？籽还是葵花？到底是嗑南瓜还是南瓜籽啊？这断句很奇怪。我刚刚看到一只猪走错，差点给它喊下去。啊？我刚刚看到一只猪从那个就是比较高的地方走出来，然后看到头有头形状的东西动过来，我差点给它喊下去。喊什么？兔。哦，兔子。然后发现不对，这个家伙是粉红色的。北七兔子，兔已经到喉咙的时候就又坐回去了。你是上次叫我想要叫我薯饼，然后现在又想怎样？不是薯饼，好像是喊出来了。傻眼。嗑就好，我要吸引他们。不是啊，那种瓜子啊，你们也有嗑过吗？就是那种概念。没有啦。哎、欸，法师，你看，那是你啊。兔子。哦，不是哦，哦，你兔子兔子。我不要跟你讲话。我以为。我以为他要跟我说那个猪是我，我才，结果我才反击说那是你，原来他是跟我，原来他叫兔子给我，完了误会大了，超讨厌我的天，误会大了 哦，兔子给你哦，对我是兔子给他，哦，我以为是什么兔子给他，下次我想说你去外面拎了一只兔子回来是不是？嗯，完全是意外啊，完了我现在超有罪恶感的。超级哎、欸，这边就有一只啊，这边就有一只鸡，更多，我现在吸掉两只，你要帮我盖鸡栏，鸡什么？鸡栏，鸡栏，哦，鸡栏哦，为什么听起来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是很正常啊，但为什么听起来莫名的难听啊？因为鸡舍感觉很规模大、啊，然后就是很我要把它引去哪里啊？怎么办？我这边有一只，它那个鸡栏就不盖，我就没办法。不是鸡兰，你快不要叫鸡兰啊！不是这两个字真的没有钻石，快点拿上来盖鸡兰啊！不是啊，不是这两个字真的没有怎样，那听起来就是莫名的难听，你知道吗？快点！我知道我要上去了啦！等一下，先各位观众先等我一下，先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挖完马上上去。有干嘛？顺便盖一个兔兰哦。感谢送礼，突然听起来也是莫名难听啊。还好啊，突然还好，我们捕到一只突然而已。盖不起来，他跑走了。那我们就等他就好，我们就等他。闹事，我知道，我拿种子，然后你把他们推进来。哎、欸，有八个矿哎、欸！不要快点呐、啊！好了，八个矿，快快下去，他们上不来了，怎么办？好。就是我在等，不然推一只。好麻烦啊！哦，都你的鸡栏没有出来，我们这边。我刚讲什么？还有一只，还在再一只，再一只，老师旁边只。你要养几只鸡？越多越好喽。八十八，八十八，八十八，八十八。他在看你，好好笑哦。二十颗，来，我能不能坐庄就靠这一批了。就有完全没有上来盖鸡栏的打算。有啦，等一下哦，哎、欸，我挖到九个矿的哎、欸。哦。天哪，好多、哦。对啊，好猛哦。他感觉可以就是挖一个，然后就做完了。有这样吗？对啊，应该可以直接做完的吧？三十颗够了啦。我也要。
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